好，谢谢各位党团啊。那么今天是我们第二次召开啊所得税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那啊，首先我来介绍与会的单位的代表啊，啊，财政部许部长，好啊，税务署李署长，还有啊，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金管会啊，正副主任委员啊，证券期货局王局长啊，没有关系啊。啊，经济部陈主任秘书啊，商业司朱副参事，好，工业局陈副组长，中小企业处林科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梁庄明委员，好，还有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黄庄明委员，还有一个王庄明委员啊。法务部刘参事，好，那么跟各党团报告啊，昨天大概我们保留八个条文，那么其中几个条文大家同意啊，带回去党团做一个讨论，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财政部也带回去啊做一个讨论，能不能对于委员的提案啊，各党团的提案。有一些回应啊，那毕竟啊这一两年啊，我们也希望啊人民有一个啊，尤其是比较中低收入者，我们应该给他多一点的照顾。那赚钱的企业，除了我们要让他有更好的经营环境之外啊，公平的税制之外啊。赚钱的也希望能够有一点回馈来照顾啊一些弱势者，所以我们都一直朝各党团都一直朝这个方向啊在提各项的建议。那么啊，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各党团都有开党团会议啊，那我们希望今天早上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哦。那如果我们还是有一两条还是几条意见不同，我们啊可以是不是就到院会来进行讨论之后哦，大家各自的立场说清楚，我们让这个所得税法啊啊能不能在今天就顺利的啊完成三读，也算是送给我们人民的一个过年的礼物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啊第五条，从第五条开始啊。第五条基本上啊，它就是啊。就是课征啊，到底要20%，那时代力量是21%，那国民党党团是希望对于比较弱势微小的中小企业，能够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请各党团表示意见。好，来，会委员，可不可以整个 package 讲好不好？好。院长、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列席的官员啊，大家早安。我想税改啊，比较跟政党的色彩比较淡，主要是考虑到人民啊。我想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财政篇呢、啊，我们讲有考虑一个税啊，从四个方向来考虑。第一个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个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呢、啊、承担的能力。第三个是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啊？第四个比较相对的是比较技术面的，就是激增成本啊。我们针对第五条啊条，我想哈、啊，我昨天也跟大家报告，对国民党团我们觉得有三条啊是成一个互动的哈、啊。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是不是允许我这三条我一同时来做报告，好不好？好，可以，可以。我想第五条啊，这个我们针对中小企业，我们也是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大量的在降低营所税。我想日后往后这几年，势必会吸引很多的企业到美国去设厂去投资啊，所以我们也必须得有所因应，尤其是大家要考量到低薪的问题啊，低薪问题。
中小企业聘雇太多太多的就业人口，如果你把它的营所税啊从17升到20，那势必它的成本在某一部分的成本就增加了17分之3。那增加了它的成本，中小企业我想我们也不要从做功德的角度来看，必须得考量它的生存。那如果说我们希望中小企业啊能够有行有余力啊，把这个钱呢、啊、让发给员工作为他们的薪资或者是奖金等等的、啊、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党团呢、啊、有昨天我们郑明忠委员讲的也非常的清楚哈、啊，我们希望中小企业啊能够维持在17%。当然，如果说17啊，我们考虑到公平的话哈、啊，我建议我们按照院长昨天也提过哈、啊。就分3年，我们用18、19、20分3年哈，中小企业。当然，这个中小企业如何来定义？有的中小企业我们也知道，有的中小企业它的赚钱也不输给上市上柜公司了哈。我们这个，所以这个中小企业到底是从哪一个标准，我们把维持在18、19、20？我想这个方面呢、啊，我们也尊重财政部的专业，由财政部啊来决定这条线怎么画。好不好？这是第五条哈，第17条，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希望这个税改能够多多给我们中低收入的人，尤其要鼓励他们要培养他们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哈。所以在第17条里面，我们中所税的标扣啊标准扣除，我们建议13万的哈。然后薪资特别扣除，我们建议22万，然后身心特别扣除身障的部分呢、啊，20万，幼儿教育特别扣除是12万啊。我们学贷的部分呢、啊，我们也可以留到今年年中我们再来讨论啊。针对这四个哈、啊，当然这个金额是不是多1万少1万呢、啊？我想我们基于今天啊这个城市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讨论，好不好？这部分也可以讨，是不是我们也。我们希望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到底多少？我想我们各个党大家来共同来做决议哈。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刚才我跟大家报告，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平衡与否。换句话说，讲一个比较大家听得懂的，我们不希望税损增加的很大啊。所以这个第5条跟第17条，这个钱从哪来呢？当然，我建议从第15条大家来做考量。好不好？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本党团我们也不是那么坚持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只要这是一个 package 嘛哈。国民党团的建议就是第15、第17混在一块儿哈，混在一块儿哈，来互相的增减哈，增减基本上维持。我刚才跟大家报告，主要是经济发展、政府的财政的承担的能力。跟公平正义这三个原则，好不好？我们的报告到这儿。好，我做补充说明。好 ，OK。这个院长，各位先进哦。这个大致上，这个我们的副委员把国民党团的一个主张都讲了哈。他讲到一个重大的重点哦，因为原来财政部的税损规划是69亿，那现在呢，包括执政党各个党团都希望标扣、新扣、身心障碍扣。都提高，当然会增加税损。那钱从什么地方来？那当然就第15条可以来了。所以第15条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希望是分级来课了，就是鼓励的部分也应该量能课税了。我举一个例子哦，美国这次川普的税改，大家开口闭口讲美国的川普的一个税改，老实讲，他的税改营所税是降低的，我们现在没有降低，反而增加。可是我另外讲一件事情呢、啊，他的税改是对大富豪来降税，降很多，包括遗产税都废掉了，遗产税废掉了，对于这些更穷的这些人也把它降税，这两大块降税，修理中间那一块，中间的中产阶级是没有得到好处的。现在我几个朋友在这个加州啦，在纽约啦，都骂死这个川普，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骂翻天了。这个税改出来之后，400位。由索罗斯带头，400位美国大富豪写信给川普说：“请你不要帮我减税，请你不要帮我减税。”大富豪，美国的大富豪说：“不要帮我减税。”
我们的大户口已经从45%降为40%了，还要再一口气降到26%，所以我的主张，我的重点在于鼓励的所得还是要分级，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多少再赚一点回来，来弥补刚才的那个洞。要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弄完之后啊，这个外界也会有意见的，说啊，大家都是在发红包，也不好了哈。所以这个税损的部分最好能够尽量的控制。那我们标扣新扣增加的时候，税损当然会增加，这部分的钱怎么来？我是觉得应该就拜托各位认真思考，国民党团所列的或者时代党人所列的，能不能分级来课税，鼓励分级课税。如果真的有困难，那你们看有没有其他办法从第15条来增加？好吧，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补充，谢谢。好，好，来，简单了哈，其实哈，对，很简单。好，来，再来。其实刚刚会委员哈，他所提的，就是有关于中小企业哦，因为我们这次行政院的版本是一次就是到20%嘛，哦，那其实要是说能够分成3年，第一年你就是18%，第二年19%，第三年20%，其实做一个缓冲，我认为这何缓不可，因为你第一年其实到18%的话，实际上只有降2%。因为你第一年就中小企业就到18%嘛，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渐进式，因为我们台湾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哦，不像韩国是扶持大企业，那中小企业他们当然要生存，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小企业都不赚钱，但是总是渐进式的来协助他们辅导他们，哦，那其实这个里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尤其这3-4年、哦，我们的税收啊超增啊是4-5千亿啊，哦，税收的超增，那其实这都可以考量纳进去。那这段时间讲实在话，虽然说股市上10000多点，但是，哦，整个外面的景气并不是很好，真的，只有那些可能大企业啊好一些，一般真的很多那些中小企业啊，甚至于外面的这些实体店面都不好，所以说整个消费经济都很差，哦，其实这个应该都要纳进去做一些考量，哦，那包括15条、17条，哦，我认为这个刚好这一次借由我们这个整个税改，哦，应该要把它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哦，那尤其那些中低收入户啊，哦，这个包括有一些我们现在都是变成哦就是少子化，那像这些为什么父母亲都不敢生小朋友，哦，主要就是那个开销太大养不起，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敢结婚，你看那个生育率一直下降，那相对我们就是要做一些配套来鼓励他们，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应该把它纳进去做一个考量，全盘性的哦做配套啊，哦，这样子我认为也是一种鼓励跟肯定，哦，以上补充。好，谢谢林委员。李鸿钧委员，请。其实经过一夜哦，这样子大家的思考哦，那刚刚我在这边其实哦，税改哦，讲到钱哦，这是真的，坦白来讲，这个对我来讲是外行，哦，讲真的是我真的我是不懂。可是在这个地方也学了很多，也听了很多，当然讲工程的话我是绝对我可以说我算是可以，可是讲税的话讲真的我还坦白讲我还真的很外行。可是刚刚听这个，其实包括国民党的几个委员，包括特别是费鸿泰委员提的讲的是有一个程度，我觉得还蛮诚恳蛮不错的，就是说站在国家的整体的一个税改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大企业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弱势家庭也好，如何让它取得一个平衡点哦？哦，我想这个就是在整个税改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终极目标。那在这个前提下的时候，就诚如我们现在就是这3条：第5条、15条、17条。那如何来去处理一个完整的话，其实这次的税改就算是功成圆满。那
大家刚刚所提的，包括林德福总召这边所提的，也是就是说我们在中小企业上面如何来处理。哦，那昨天也提到了，就是说像中小企业，我们将近140万家，那我们是渐进式的，哦，就18、19、20，然后中间这个 line 是怎么画？哦，怎么去画出？因为中小企业毕竟还是有它的赚钱的跟不赚钱的。啊，这个其实专业授给专业啊，专业就是财政部来去，就刚刚费员讲的，让他去定出一条这条线出来，这个我们亲民党这边我觉得合理，我们也同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标准扣除额、薪资扣除额、身障扣除额跟幼儿学前的扣除额，哦，这个昨天是没有提到幼儿学前扣除额。那既然大家现在看到，包括亲民党、包括国民党、包括时代力量，都把幼儿学前扣除额都已经纳入进去，那这个地方也希望在执政党这边，哦，那是不是也考虑，哦，把这个幼儿学前扣除额把它这一次的税改里面纳进去？啊，至于金额是要多少才叫做合理？那当然就是待会也请这个财政部还有执政党这边，哦，提出你们的看法，愿不愿意纳入？那扣除额是多少？哦，那时候大家来讨论。那既然有这个共识，我们觉得也 OK。哦，那至于第15条的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毕竟还是专业性的，因为这个是要来补，哦，补这个第17条的这样子的，跟第5条的这样子的一个洞。那要怎么样的一个补法，然后才叫做合理？哦，就诚如刚刚我还比较赞成费鸿泰委员的一个说辞了，哦，所以如果照这个逻辑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谈得出来。今天如果照这几样谈得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亲民党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我比较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向。好，谢谢那个永明兄。柯总召刚开始讲说啊，大家来谈个 package。其实时代力量一开始提出来就是一个 package， 好，就是说我们在减的时候还是要考虑税损的问题。好，啊，我们的 package 很清楚，我们是税增384亿。啊，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减后面这些扣除的时候，我们有考虑到那钱从哪里来。啊，我们很高兴昨天执政党党团这边在扣除这边做一些改变，哦，给他加码。可是昨天最后走的时候就一个问号啊，那多了105亿怎么处理？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去造福民众，可是也要跟民众讲清楚，好，那下一代谁来承担？好，所以我想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非常清楚，好，我们的配套整个就是我们认为营所税应该是21%。啊，昨天国昌也说明了，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并不高。那第二部分，关于这鼓励所得，不要让人家最后去算说啊，你这税损到底是损给谁？啊，如果算出来都是给大户，哦，大家讲说没有啊，都没有要生小孩，没有啦。啊，这些鼓励大户每个都在生小孩，每个都在买房子啊，啊，啊，问题就在这里。哦，我们为什么希望应该分级？哦，我想国民党也是采取这个立场。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在处理鼓励的时候，照顾我们的散户、我们的小市民，我觉得这个我们支持。那这个鼓励所得到1000万以上的，不能让他才31吗？好，昨天也听说啊，执政党团这边说啊，26可以往上加。好，可是我们加可以加不同的人吗？好，赚比较多的。给他加多一点，或是让他也是维持像现状。哦，啊，至于这个扣除额这边，我们支持执政党党团的这个方向了。哦，不过就像我前面讲的，哦，提的时候可能要想一下。那另外关于这个财团法人这个鼓励所得这一块，昨天数字很清楚，10家医疗法人鼓励120亿，2家政治团体鼓励9亿。啊，财政部现在还讲说啊，以后不准他们去买股票了，哦，怎样怎样，哦，说打脸，哦，
啊，结果我这今天又看到兆丰这个新闻，我想说，啊，财政部跟金管会有脸在这边讲，啊，兆丰那个钱谁来出？难道财政部的官员出吗？好，所以我一直说，这些是成，已经是沉积啊，就是成核已久哈，这大家都讨论都不想再讲了，啊，开了一个洞，让这些财团来做这个操作，啊，现在要处理它，又开始讲，哇，不会啦，我们现在开始来查，那之前为什么不查？之前没有公权力吗？没有裁量权吗？都有啊，好、哦，所以关于四十二条这边，我们也是坚持我们的立场。好、哦，时代力量党团是一套来谈的。好、哦，所以我也是建议，今天财政部，我们昨天走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财政部针对，哦，扣除额已有新的提法，也很可能按照执政党党团的方向来前进。那财政部这边因应是怎样？因为这跟你们版本有差啊。第二个，鼓励分级课税很困难吗？它真的会产生什么问题吗？谈到分级课税，说啊，这些大户会用人头啊。谈到这个所谓财团法人鼓励的时候，就说没有，我们好好查，他们都会诚实申报，不要两套标准嘛。啊，遇到财团十家120亿，难道这个税不能征吗？啊，过去真的有拿到吗？好，所以我想时代力量党团立场很清楚，我们各个条文。其实我们很希望说，执政党这边或其他党团往这边靠近，好，分级课税，鼓励分级，好，然后财团法人这边你还是要处理啊，对不对？如果最后只是在那边敷衍，我想社会没办法接受。好，那好，来，民进党党团，第一个哈，我很珍惜我们昨天到现在大家谈话的氛围，哦。那尤其我们立法院这一届以来，大家都一直很对立。我是觉得这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谈啊。那我也可以接受国民党，包括费永泰、包括赖世葆等、郑明忠，包括哈他的意见，包括李鸿经委员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么是那一样，我昨天也讲说，这血统不同款，好系统不一样，这个 interface 就很难相容了。那我们不要大家以管窥豹嘛，所以这样整个 package 来谈就是这样。那大家很冷静来思考一下啊。当然，这个税改牵涉到赋税公平、公平正义，也当然也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嘛。那当然这部分也要考虑到整个产业政策都有啊，他们都有很多面向来思考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执政党，当然要负责。那我想，国民党也曾经执政过了哈、哦。那大家很冷静来看待这个时候，我认为有些东西，像我们昨天，我们自己先抛出哦三个扣点，哦，那个税损是105，剩105亿，哦。那我想，昨天我们这样讲，那各位有点惊讶，说我们能够做这样处理，但是经过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现在是加汇了542万户，在经济部处理的话，我们要考虑普遍性嘛，那加汇的户数应该是更多了。那年轻人的部分，我们这样辛苦的结果是年薪几乎30000块，包括啊、哦、年终薪那个加薪1.5个月的话，还扣不到税，哦，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结果了。至于你说这个育儿的部分哈，幼儿学前的部分，那昨天许部长有谈过，幼儿学前他打算在六月份的时候再一起处理，那一起一起处理的时候，我们现在也跟着就现在面对好了，而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接受。那这个洪泰同学讲的，你们是12万对不对？那金党12万，实际上10万。用这个我是觉得有道理，那我们就12万也无所谓，我们来接受。那刚才赖世葆委员已经走了哈，那有所谓的富人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大家要冷静的讲一讲，我们讲真的啦，这是整个税制改革是所这个用新制可以遏制这个改采鼓励所得遏制一课税，当然这个单一税率的时候你。表面看起来好像对
前面百分之十，不，前面的万分之一或是千分之一那几个大户，有行有减到税，那实名人他在这个两税合一的扣里头一半已经不见了嘛，那应所税也增加，所以总的来讲是增加一点点。我们要不用不要，我是一直讲不要用一个面向来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很冷静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要延续过去大家氛围还不错哈。不管郑中委员昨天为中华企业在这里好在这里争取，我们是有很仔细在听你讲话，好，那么利用我这个马赫，至少要对中小企业，这个我们当然也会思考啊，啊，那所以这个对于分三年的部分，那十一到二十分三年，好，我们来谈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公平性也要正当性的。还有逻辑要对嘛，哈，所以昨天包括范太委员跟你讲，你要怎么定义没有关系，那这个线要画，那这个要画，我刚才听各位意思，包括那这个线要画五十万是大家是可以接受，哦，所得五十万以下我们分三年，啊，这样大家都各方面的平衡我们都有兼顾到，对了，哦，不啦，我不要紧啦，我是想讲，一直讲我站在度，哎，国民党也是完全没事，啊。好，那没有关系。这个我会让财政部来讲。那财政部测算结果我也知道了。我们先讲原则，那原则讲完后，他不如带你带你个会开啊，安尼我讲袂煞嘛。那若讲这环节讲完后，吼，环节讲完后就是三年嘛，不分嘛，分三年嘛，到逐渐上去啊。我算这个原则讲好。那幼儿学前，好，我们面对嘛。那我们扣抵和增加税损从哪里来？当然一再谈到就是在找委员，那国民党国际在谈的，那没有办法，那就26变28嘛，这样的结果，105亿的扣抵的话，然后再增加26到28，增加2%的话，会拿回来36亿啊。那整个税损是大家一定是税损会增加的、啊，和我们原始版本会增加。那我是认为就是说。当然，我们要去做分配给老百姓，大家都有这个心情。国家财政动很屌哦，那我们希望说大家维持这个氛围，我们好好的拼经济，把我们将来税收把整个国家氛围往前走，大家来拼经济，这是一个我们朝野到互动到现在面对一个转捩点的时候，这转捩点我们可以接受，大家互相体贴，就是说。我们希望而后我们都是能够很理性来看待一些事情，哦，这是我对于立法院这一届的期待。那大家都是对立杯葛啊，或者作秀，大家这样哦这样，我是觉得这文化也确实需要改变。包括苏院长也是一直在讽刺这个问题嘛。那他说，他苏院长常说，哎，能够和谐，啊、哦，那我在这里长期这么久，昨天我也对于费用泰委员对我不满的，我也做了解释。那你要有我的心情，哦，我是不是恶意的对立的，哦，甚至帮你写道歉的无所谓，我是觉得大家诚意很重要，哦。你现在洪太杰在咧回南就对了。啊，不是，啊洪太杰一定是回南，无干洪太杰个洪太来啊，无这极端气候嘛，吼，哦啊。拜托大家了，吼，哦，那以后我也分为啊，咱大家吼往前走了，我就要拼进去了。那这个东西吼，哦，当然大家共同承担嘛。那刚才我总有结论。洪太也讲说，啊，这样的话，那我来共同提案，我们也可以接受，好，共好，好不好？哦，这样子啦，哦，不，好，来，燕秀来。谢谢院长。幼儿那是有排户吧？哈，哦。我们国民党团最专业的、最优秀的财经立委啊，大概这两天都是全程留在这个税改啊，哦。其实税改是。整个对于国家包括个人的整体财务分配其实影响都非常大哦。那如果接下来所有的法案跟预算我们也都希望有机会这样子民进党好好的去听在野党的声音，那当然这是我永远的理解，这当然立法院后续很多重要的议案都可以这样子进行，当然是最好哦。那也感谢柯总召，包括昨天盈利事业所得税分三年哦，曾明忠所提出来，国民党所提出来这个版本哦，你们有机会能够接受，或许你们认为说调3%只是一点点，但是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它或许
对他来说有一个缓冲期，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包括我才跟邱太文委员开了一个记者会，针对于少子化的部分哦，当然未来包括在薪资的扣除额跟身心障碍跟幼儿学龄前，还有包括很重要的，我们一直都说要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哦，所以我非常的期望这几大项我们未来在税改的部分，我们鼓励既然有增加收，那当然我们一般在一般平民一般老百姓当中的这个税务的部分，我觉得应该去做分类更严谨的思考，能不能给再多一点。我们都希望男女性的劳残率，女性结婚之后不要因为生了小孩她就必须托婴费用太高，必须留职在家，留职停薪在家里，或者是辞掉他的工作。所以这一块，包括幼儿学龄前的教育的特别扣除额，我希望有机会真正再增加，因为这是解决我们现在少子化，年轻人不敢多生最主要的原因哦。那包括生障的扣除额，我相信昨天也已经讨论非常多，现在大概都是在健保跟学费的减免。但是如果在薪资的扣除也能够增加，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符合很多人的期望。然后特别我刚才提到的年轻人如果有学贷的部分，他刚步入社会的前五年又要付房租又要付学贷，然后薪资又特别的低，大概一般我们都知道现在价格28,000到30,000、那外面现在物价都在涨，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说在新增学贷的扣除额的部分，大家能不能做一点点的思考哦，我觉得也能够让年轻人感受到我们这一次朝野非常和谐的谈判之下，我们所有在税改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思考到的我们都严谨的去做一些思考，这个税损如果是在我们整体的财政利益上我觉得可以容忍的范围，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思考哦？那当然在鼓励的部分，我们健保当时的采收也都有一个急剧的分类，所以用单一税率是不是恰当，能不能从量能课税的方式去做一些思考，是不是这样子才符合公平正义。既然健保我们都不只是单一的费率，我们有分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再做一点思考，才能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一次的税改是从富人的这边多收一点点税，也是在他们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把这个多一点的部分来补足后面，包括我刚才提到清贫的部分哦，身障的部分，学龄前的儿童，还有这几块，我想大家如果能再增加一点点，我觉得会让这一次的税改这整个法案哦更完美。所以拜托这几大项，是不是请行政院、财政部再做一些思考？以上，谢谢。好，请郑明忠委员，再请王龙章委员。好，谢谢院长，非常谢谢院长这两天非常热心的协调，而且显示朝野真的有协调的空间，尤其是税改，其实没有政治上的考虑，我们真的是希望税改之后，让台湾的可以达到租税更公平，那在税损有限的情况底下，可以协助经济发展，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执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这前提底下，所以国民党提出了几个，有这个要讲，这个要讲，说民进党、国民党跟亲民党立场是一致的，还有时代力量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希望税改之后，在符合租税公平、财政损失有限的情况底下，能够协助台湾经济发展。柯文哲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好。讲真的，爱拼经济，爱拼经济，讲真的哈。真的，那以后买玩具好不？好，真好。在这个前提底下，所以其实国民党跟院长也好，柯总召也好，大家想法一样，是对中小企业怎么样给他一定的协助了，在税损比较小的情况给他协助。所以我们本来是希望中小企业维持17%，但是既然怕说税损太大。所以我昨天就跟苏院长提出来报告，分三年，也就是第一年18%，第二年19%，第三年20%这么一个方案。那也希望民进党执政党可以接受。那有关标准扣除额的部分呢，昨天已经有提到，国民党版本是13%，但是现在民进党提出来是12%，基本上我们也接受新扣特别扣除额。
国民党提出来是22，那昨天有初步的共识是20，那深藏特别课酬也是跟国民党的一样20，也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另外就是今天要进一步讨论的幼儿学前特别课酬，院长也好，会有在座的民进党的同志也好，还有亲民党时代力量，那很清楚，台湾现在的少子化真的非常严重。我们今天在讨论税改，到时候根本连缴税的人都没有，所以希望我们国民党提出来版本呢，是希望现在的25000提高到120000，希望执政党可以尽量考虑。那有关我们本来很坚持的学贷特别课酬，这真的要协助一般年轻朋友。那假设这一次没办法接受的话，我也希望财政部在六月间的检讨能够尽量跟他考虑，因为年轻朋友真的是，你看毕业大学毕业，那背了30万到40万的学贷，那哪有本连还学贷的钱都没有，所以象征性给他一定的协助了。我想作为一个政府，我觉得他意义非常的重大。做以上的报告，谢谢。好，来，请王龙章委员讲完之后，我们就要你要讲，好，来，可以来，请。好，谢谢院长，还有各位委员我想这两天的协商里面，非常高兴的能够就说听到我们不分朝野的委员，对于我们在租税上面的垂直公平，非常的重视。也就是说，所得越高的人应该负担更高的税负，那所得低的人，他的那个他的税负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减轻。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租税公平上面。那但在这里面的话，有一个部分我也需要强调，在说，因为我们是采取累进税率，所以在扣除额的这一个部分的话，相对来讲会是越所得越高的人，然后越有利。好，那然后所得越低的人，我们姑且不论，就是说不用缴税或者缴不起税的人之外的话，在所得急剧越低的人，在这上面享受到的租税利益，事实上是越低的。所以在这，但是就是说，它又有其必要性。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很重要的必须要能够谨慎的为之，除非有就是说相关的就是说必要性，不应该无论就是说是标准扣除额、特别扣除额、扣除额等等的这个部分，应该谨慎的小心来做评估。简单的来讲，我们当所得集聚在最低的这一级，就是5%的人，如果每少1块钱的税负的时候，所得集聚最高的人，他可以少8块钱，好，那这有8倍的这样子的一个差异跟差别。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否则的话，在这里面每增加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是高所得者是得利的。那在这里面，我想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在照顾的这个部分，无论是在于幼儿、在于身心障碍者、在于失能老人的这一个部分。好，那我想做去在整体跟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样子的服务的需求，如果要能够满足的话，靠个人的在市场上面购买这个部分是有限的。好，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是照顾服务，无论是对于老人、对于身心障碍者、对于幼儿的这一个部分，要能够公共化，也就是政府在这个部分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我想我们就在医疗上面来讲是如此，那现在就是说在长照上面也是如此，那身心障碍者的就是说照顾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是就是说如此。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幼儿的这一个部分是在于我们的我们非盈利幼儿园，然后用公托等等的就是说方式。那在近的时间里面的话，行政院赖院长也朝向让私托公共化的这一个部分来做努力。那当然这一个部分的话，还有其他的生活支出没有办法在照顾服务的这个部分里面充分的来做满足，所以我们在这边给予适当然后足够的就是说扣除额。那我必须要讲到的就是说在我想在这两天很多的就是说委员包括
昨天陈超明委员他很关心的，在长照的这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可不可以给予，就是说更多的免税额。那在这里的话，我必须要指出来，就是说，事实上，在长照的需求者、失能老人的这一个部分，根据推估，有94%，事实上是有身心障碍资格，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的这一个部分，相当程度里面可以满足，然后在失能老人的这个部分，在长照的服务的这个对象。那这里面的话，无论就是说他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支出，我们在长照里面不支付尿布等等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在交通的这一个部分，乃至于在长照服务的自付额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无论就是说老人或者身心障碍者，都可以在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的这个部分，尤其我们从12.8万的这个部分的话，大幅调高到刚刚大家协商基本上可以接受的20万的这个部分，相当程度里面是可以就是说得到满足的。那在幼儿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排付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在所得在他的所得税率的集聚在20%以下的家庭的话，都可以得到，就是说从2.5万我们增加到就是说12万的这样子的一个扣除额来做相关的补充，还有就是说做相关的满足。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也已经达到就是说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委员很关心的就是说学贷的特别扣除额的这一个部分。学贷特别扣除额以国民党的版本和就是说设计是希望就是说在生透就业之后的话，然后在前5年的有5年的期限里面的话，可以有25,000的扣除额。那我必须要强调，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原来在学费的这个部分就有学费教育特别扣除额，好，也就是在学费的这个部分，在当初发生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就已经做了相关的列举扣除。那当我们在还学贷的时候，再一次的做相关的就是说扣除，它其实是一个重复扣除的情况。那特别就是说以这样子的设计来讲，我们目前的情况里面，好，我们在就业大学毕业的就业新鲜人，好，我们的起薪刚刚昨天的话，我们郑明忠委员也特别点出来，就是说在28,000的情况，好，那以我们这一次的旧改，我们提高了就是说新扣跟标扣等等的话，一个大学新鲜人毕业之后的话，事实上如果他的所得在40万左右，好，在40万左右的话是不用缴税的，好，也就是说他的月薪在3万块钱以下，加上年终奖金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是还没有达到就是说我们缴税的起征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的话，事实上这样子的学贷的扣除额，事实上没有办法达，就简单的讲，他不用缴税，有学贷的就是说扣除额也没有用啊，好，他还是他还是就是说要照原来的学贷的金额等等来做就是说缴交。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从这样子的就是说角度里面来讲，所以我们没有接受在学贷的这个部分的就是说扣除额的这个部分做相关的增加，好，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年轻人以目前的情况就业在3万块钱，他的所得月薪在3万块钱以下的话，未来是不用缴税的。那这样子的就是说扣除额只会让相对就是说高薪薪资高的年轻人他可以获得减税的利益，那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在相对上面是不公平的，所以做这样子的就是说说明，在这一个部分的话，为什么在学贷的这一个部分，民进党团就是说没有做这样子的接受。那另外就是说在学费缴交的时候，他已经扣除过一遍了，也特别在这边做一并说明。好，谢谢。来，江永昌委员，江永昌委员讲完之后，我们就请财政部回应哈。那个。有关于这次哈那个学贷特别扣除的哈，那个各家的版本只有国民党有提出了，所以国民党在
对于这个国民接受高等教育哈啊，就这个用心其实是看得到。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所得税法十七条当中有关于扣除额，其实原有啦，在倒数第二项的第五条第五款当中哈，它就就有教育学费特别扣除，这里面所指的是大专以上。那国民党所提出来的是增列的这个第七款嘛，是学生就学贷款的特别扣除，是从这个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开始办理。所以这两个当中，一个原本的设计是大专，那一个原本的是高中，对，是。好的。不是啦，吼，那我是讲说，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思考的哈，大家对这个方向都是同意的。但是一个谈论到大专，一个是以高中，这个基础也不一样。另外哈，在这个学贷当中，那它原本当中有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好啊，平均每学期大概是好39000多块，好，大概是4万块以下。所以这个是不是容许在六月份的时候再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了哈？所以我们在此再度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执政党也非常的注重有关于学贷的这一块。可是大专、高中怎么样配套更完整？哎啊，整个照顾的一个机制，好、哦，怎么是更公允、更完善？所以在这里先提出，不是说我们觉得国民党提的这个好、哦、是不妥或怎么样。好、哦、啊，另外我要讲的是，大家对于有关于鼓励所得啊，到底要不要在哦？我们现在是分离课税到26%，现在也要增加到28%，有没有？这已经呼应到大家对于高鼓励所得者。觉得说他的减税利益不应该那么大，那其实在我们的协商当中，大家有知道有呼应到这个概念。可是我们回头来讲了哈，户税其实也是要考虑这个公平，对不对？他也是要考虑简化。那在不影响税收的大幅减少当中，也是希望投资环境，国内的投资环境，国内对自己的投资能够要有帮助了。所以 26% 已经提到到 28%， 回头看财政部所提出来的个数据有没有？不到5%啦，也就是说，超过96%的人，这个散户啊，他在于8.5%上限8万块当中，已经对他的鼓励所得要去课税的部分，已经做了很多的保障了。那你在剩下的不到5%的人，还要再去做这个分级累进，是否有这必要啦？这个我在这边跟他讲哦，如果你今天你分3阶段。鼓励所得前30%的，中间30%的，后面40%，或是说后面20%，在最高端的20%，你去做累进，那或许可以谈一个道理。现在96%已经在8.5%以及上限8万块当中都已经照顾到了。那个鼓励所得是94万呢，如果以殖利率来算的话，它在资本市场投资是将近2000万呢。那所以剩下的不到5%的人，难道我们税负不能公平一点，一定要再创造另外一个集聚，这个是值得大家思考一下了。好，那现在就请财政部许部长来针对几个问题啊、哦。第一个问题是第五条啊、哦，就是啊、就是就其课税所得课税要课征20%。那时代力量是21，那国民党党团提出啊，中小企业的一个啊比较没有赚钱的，还是比较微小的啊，我们要怎么？因为有些中小企业其实赚很多钱，那、啊、他在各全世界都有他的工厂，那个也不一定输给上市柜啦，凭良心讲，所以国民党党建议说，那个红线到底应该。排在哪一个基准点比较公平？哦、那民进党这边时代力那个，我看时代力量不会反对吧？这个就是说有一个红线，亲民党也同意嘛？哦、然后就是18、19、20、3年这样子啊、哦，这个表示一下意见。另外就是15条的部分啊，15条的部分就是大概就是A 项的部分。大家都没有坚持，不过这一点可能要拜托亲民党哦。亲民党如果支持的话，恐怕这个案子你们也要，因为你们是采
单项哦，就是 B 项，可能要撤了哦，因为你如果接受大家的协商哦，那后面有71条、100条、110条这三条就一并就要回归到行政院的版本，然后等一下这个你们来做判断哦，就是说26哦，要提高多少哦才符合，就是28嘛哦，那要不要分级比较好，还是就是28大家清楚。哦，这个是17条的部分。那至于15条的部分，至于17条，现在就是增加幼儿津贴。哦，那各党团好像都支持啊，幼儿的津贴12万。哦，那另外的那个助学贷款的部分，那个6月以后再处理了啊，再检讨。那这样子的话，哦。财政部能不能接受哦？而且整个大概财务的状况会怎么样？来，请说明。对不起哦，院长再补充一下。那时候昨天也有提到哈，42条这边，你们不是那时候有提到说要提供资料，就是100万，哦，200万，哦，如果那个，那你们的那个分配的状况好，那个只是要资料，我本来是要在那里再啊，那资料先送给时代的，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好，黑啦，这三个是，不要紧，我来处理啊。这三条是一个 package 啊，那42条是时代力量提案，那我们相关的资料给时代力量做一个参考啊。来，我们现在请部长来说明。院长，各位委员先进，那针对第五条的部分呢，就是比较中小型企业的部分，那我想。因为针对中小型企业啦，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优惠的措施，就是未分配盈余从10%降为5%，所以说啦，我们也赞同啊，这个我们民进党团、国民党团所提的，就是第一年呢18%，第二年呢19%，第三年的20%，那个切的减呢，就是原则上是50万，你就50万以下的话呢，就可以适用。这个优惠，那这个大概有11万家的公司可以适用，因为独资合伙本来都免税的，那是公司组织哦，11万家可以适用，那税损呢大概32亿左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鼓励的部分，那鼓励呢，跟各位报告，那事实上当初行政院呢提出来是26%。那我们是根据实际资料30%以上的有效税率大概26%左右，所以我们定26%。那当然了，这个几个党团有提到是不是用分级分离，我报告一个世界上的趋势，那国际间呢采单一鼓励采单一税率分离课税大概21个国家，采分级分离只有4个国家，那这个4个国家里面像美国，他这一次大幅降税，但是他鼓励了只有20而已，所以说呢，我们远高于美国，26远高于。不过大家只要认为适度提高，这个我们也没有意见。那这一步呢，当然是可以增加36亿，增加36亿。另外第三点的部分呢，就是除了原来的3项扣除额以外，那个大概会少了105亿。另外就是幼儿学人特别扣除了，假如大概很多版本是12万嘛，增加到12万，从2.5万增加12万，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大概有28亿。那所以说整个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要198亿，税税。对，198。不过198你包括原来我们不过行政院69亿。不过198你那个中小企业微型的补贴到第三年，对那个30几亿就没有了啦。对对对。好，我们讲真的哈，所以基本上大概是160亿左右啦。那12年有2年，对会少，每年少30亿左右了，这样子。32亿，第一年少。对了。对对对。都把它是一趴是差不多一样了哦，就这样子的，所以大概160亿左右了，对好。另外针对那个
时代力量。时代力量党团，事实上我们分级的部分呢、啊，昨天就给黄委员的，昨天就黄委员，黄委员还照相起来。哦，你说是42条的部分吗？对，42条部分。好。有有有，我们当初都有啊，就给了黄委。都给了。黄委有照相，我看他在这里用那个手机。那好，那另外针对这个部分呢、啊，我想就是说，为什么那个鼓励的课税部分，就是针对财团法人呢、啊、社团法人呢、啊，鼓励100万以上课税，我认为不太合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民众捐给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他有现金。那现金他拿去运用的话，第一个存在银行，它有利息，结果利息你不用课税，你去买股票就要课税，这个不太合理。或者是说，民众呢拿股票去捐，那股票去捐自然会产生股利，结果你要课税。所以说，你整个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要不要课税，应该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统算，你今天总共收入多少，有没有支出到某个百分比？那我们。财政部也预告了修正这个免纳所得适用标准，原来只60而已，那现在我们提高70、80，你收入越高的话，我们要最多。另外呢，我们也限制条款，你捐的出去以后，你譬如企业捐这个财团法人，你个财团法人不能再回过来买这家的公司的股票。所以说，在这个预告里面呢，我想今天报纸也有揭露。其他家当然可以啊，他理财嘛，因为他不是的。你现在正如同今天我说，今天民众，今天民众，没有，这一部分呢、啊，关系企业不行，不要一味一味这样讲法嘛，当然可以谈的。没有不行，关系企业不行，关系企业不行，其他的是他理财。主要捐赠人其实关系企业都不行。对，我想这一部分在今天我们预告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了这一部分呢，已经做个严格的限缩了。好，那很清楚了哦，那大家啊，大概都把意见表达出来，财政部也接受各党团的建议，那我试着来整合一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了哦。第五条的部分。我们就课税所得的课税增啊，还是20%的，这一点是不是时代力量能不能不要坚持？我们就20，觉得怎么样？就20，大好。好，没关系哈。就说院长还是可以努力整合了哈，那这部分我会拿回去讨论。好，好啊，不过。我们前面讲就是一个 package 嘛，对了，所以我说我现在在整合这个套装，整个的整套嘛。因为我还是希望说，最后如果各党团同意这个，还是要把税损这一块讲清楚了。有，他刚才已经讲出来，已经有讲出来啊、哦。来，我来试着整合了啊、哦。来，江姐来。那就是啊，课税所得额课征还是20%啦，哈、哦。那时代力量还是要拿回去党团讨论，他们21啦啊、哦。那其他三个党团应该都没有意见20啊、哦。那中小企业啊、哦，刚才财政部有说哦，就是所得在50万以下的，我们就给予支持啦，因为他好、哦，好，那这个大概一年就30几亿啦啊、哦。那第一年。就18，第二年19，第三年就20啦。哦啊，这个大概会有11万家的企业得利啦，哦，11万家中小企业啦，哦。那这一方面是不是四个党团都没有意见？不好意思，我澄清一个事情，是课税所得额哦，不是所得额哦。课税所得额。对，课税所得额啦，课税都50万啦，哦，课税所得额50万啦，哦，这讲清楚啦，哦，因为这个专业的哦。还是会用泰伟，你们比较清楚了啊、哦！哇，我跟李鸿钦一样啦。我们会那个报案的，我们会准备条文。对啦，哈，你们准备条文，然后你们通过。那这一点是不是四个党团都没有意见？时代力量这边要不要？还是要拿回去？方向我们支持了，不过我们还是拿回去啊、哦。那其他三个党就没有问题了啊、哦。那再来第十五条的部分就单一啦，但提升到28啦。啊、哦。因为我看大家也最多也是31啦，哈、哦，一点意义都没有，就28啦，哦，这一点是不是时代力量能不能接受啦？好了，
好，系统的不一样，还是没关系，没关系。好，你还基本上支持，但是还回去讨论了。那这样子哦，等一下我来处理了。那第十五条，拜托时代力量，你不那个亲民党，你就支持这个案子，但是你十五条你们就要撤了。那撤哦，我们就第七十一条、第一百条、一百一十条就随同十五条配合行政院，等一下共同的提案呐、啊，共同提案呐、啊、哦，因为这个要共同提案。那第十七条哦，就是啊扣除额的部分，那标准扣除额就是十二万呐、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就二十万呐、啊。身心障碍特别额就二十万了、哦、那增加一项就是啊，我们啊幼儿学前这个是十二万呐、啊，那这个就这个是不是大家十七条扣底这边大家都没有意见呐、啊？应该没有意见，他们十好可以的啊、哦，好，那这个就共识了，好，所以十七条就共识，十五条啊这个。请亲民党撤了哦。那第五条的部分跟十五条的部分，时代力量要拿回去啊，稍微再讨论一下了啊。所以啊，我们就十七条有共识。那四十二条的部分，时代力量啊有没有坚持？还是我们坚持？好，那四十二条我们就保留到院会处理了啊。那第六十六条之九也是时代力量，三个党团是啊5%啊，这个10%。好，那我们这样子的哦，四十二条、六十六条之九这两条，我们到院会处理了哈、哦，好不好？其他那第五条21，这个你们拿回去讨论啦，就是剩下21、20的部分啦啊、哦。对，院长这边是不是可以要求说，是不是各版本都有表决的机会？当然有啊，好、哦，我们会给你们表决的机会了啊、哦。谢谢。那15、17这个有共识就不必表决了。啊，你把十七，你不是十七条没有问题的吗？好，对，好，那个，好，等一下我讲一下啊，保留英语哈，10%到5%嘛，哈，那实际上是维持原版行政院版本，所以他是没有提案的，你不，你他们没有，是要就是要表决，就是表决这个5%啦，啊，表决没有通过才恢复10%，哈，好，那我们这样子的啊，我们基本上啊。保留让大家有陈述的机会，所以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六条之九这五条，我们让院会大家来发言啦、啊。因为虽然有共识，但是有时候大家要表达。那发言的人数啊、哦，我建议啦啊、哦民进党三个，国民党三个啦，那时代力量你们两个啦，啊，亲民党一个啦。好、哦，这五条啦，好、哦，因为我们就要保留五条，那剩下的其余我们都以共识版，好、哦，就是所有的协商结论来处理啦。那等一下结束，协商就授权，我们就来读啦。那下午两点，我们就针对这五条，两点他们说两点，两，咱们要答应两点半的，没啦，就两点啦，你好，没有关系，两。那两点半啦、啊，好，两点半啦、啊，哦，好，因为他两点有记者会，两点半啦、啊，哦，两点半针对这五条进行发言之后就处理了，好、哦，那改共同提案，如果大家都一致，那就不必表决，就宣读就可以嘛，发言完就宣读，好、哦，这个要让他表示一下意见啦、啊，哦，因为这是这个所得税法这五条是里面的。最重要的条文没有表示一下意见啊，我觉得也不好啦啊，大家说明一下啦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照这样的协商结论来啊签字啦啊，那这个结束12点开始我们就读，我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把共识的部分读完，2点半处理这五条，好 ，OK， 那就好，好来，签字啊，留下来签字，好来，来来。来，院长，各位先进了、哦。刚才老柯说的话，我是听进去的啦。说这个大概朝野协商最和谐的一次了。对。但是我要讲其中很重要的症结点呢，就是执政党是玩真的不是铁板一块了。
不是过水式，这变豆腐了。以前都打过过水式，所以这一次大家有来有来而去啊，所以以后这样子继续这样子就有了。这是过火，不是过水。过火大概煤气都不见了啊，那是。欸、不是陪公子读书啦，这增加知识的、啊。因为我有讲的，讲洪泰给怎么回答嘛、啊？一定是回答，要干嘛跟洪泰？好，来来来，赶快赶快签，赶快签，麦哥。好，那留着要签字哦，要签字哦。赶快，他紧签吗？你的乖签吗？你的乖签吗？签啦，签啦，签啦，签啦。你有需要没？田老先签个讲，我来田老先用名片签。